嗨大家，是不是觉得第四集的平凡的一日浪得有点久呢？没错，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实在是太忙了，回归录音室去录 podcast， 会有这个特别的开场，就是因为我们有财神。今天的财神就是已经当过一次财神的台湾大智慧家庭。当初呢，他们找了我跟屯拍了一支 Google Nest Audio 的音箱的影。从那一支起后，我就开始过着智慧家电的生活。这段期间，他们就是为了智慧家电尽心尽力，最近推出了一套智慧梁下家庭系列，那里面就包含我后方的这一台艾美特立扇，还有台湾大智慧家庭升级组，以及 AI 五光智慧灯泡。开电扇、开灯、关灯，你都不用站起来，都可以用台湾大智慧家庭他们的App 操控，而且还可以跟 Google 音箱串联。打开 App 里面，你可以调整它的风速，那你甚至可以让它旋转。它那么高的原因是它不希望大家会弯腰去开电扇，这台比较大，对空间的循环还蛮好的，就它可以放远一点，然后就可以把房间里的空气让它比较流动一点。它也不用躺在我们的身体旁边，因为之前那台太小了。所以我们会让它紧黏在我们床边，但这一台它现在就是可以在比较角落的地方。他们家有一个我喜欢的功能，就是增加情境。像我现在就设定电风扇打开、电灯打开是房间，那我再设定另一个是电风扇关掉、电灯关掉是关掉房间。那当我要回房间的时候，我就可以选择房间情境；我要离开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关掉房间。有了这台电扇，然后你又有台湾大智慧家庭，你就可以走到哪里想要有风就有风，你非常是我这种懒猪阿姨。打开我的台湾大智慧家庭 App， 就所有的指示其实在 App 上都会讲的还蛮仔细的。连接所有的产品的话，一样就是扫他们的 QR code， 那这里呢有一个 Smart Key， 按下去之后呢，它就可以连线他们。那你看它的卧室灯已经连接好，我们就可以点进来，然后现在是黄光，你还可以调整它的亮暗跟颜色。体验更升级的智慧家电生活之后呢，我发现有一个很赞的地方，就是灯泡摸黑回房间或者是晚上要摸黑去厕所的时候，就可以先用手机把相对应的电灯打开，那你就不会有一个摸黑感。财神台湾大智慧家庭有给丘比特们一个团购价，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到下方资讯栏去看看。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平凡的一日吧。就一个洞去吃饭。
I've been feeling so down, yeah. Can you tell me why I'm down, yeah. No friends of mine around, yeah. Now I'm thinking I might have caught the June blues, yeah. I wanna drown myself inside the juice, yeah. You know I keep on running from the for sunny shit to brighten up a wounded soul. Honest, you the penny, pick it up like Chevy, new age Machiavelli, disagree, don't tell me, now you in infinity, we need to trust that he be good, on the ball like baby, don't make no mistakes, got the faith, the 18 just not gonna be the same, finna bleed down generations, not gonna be in vain, too young, why you gotta go, I just wanna know. Google 开启房间，没问题，正在启动房间情境。OK Google 打开电扇。好，正在把艾美特立扇打开。
Google， 打开大烤箱。I've been missing your smile. You should come and stay a while. Fly a couple miles. Let's go out tonight. Oh, you've been running through my mind all day. Yeah, you give me everything I need. Oh, anytime you need me, there I'll stay. I promise it's just you.I've been feeling pretty empty without you tonight. Kinda lonely, kinda down. Just don't wanna stick around. Clear your schedule, let's find something else to do tonight. Oh, you've been running through my mind all day. Yeah, you give me everything I need. Oh, anytime you need me, there I'll stay.平凡的一日，希望在这中间大家有看到自己想要做的菜色。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懒猪型的弟妹，坐着就不想站起来调整风速、开关灯之类的，那我觉得智慧型家电就是非常的适合你。搭配温湿度计，它还可以很贴心的帮你调整风速，有的时候真的是比另一半还要更好用。台湾大智慧家庭有给丘比特们一个团购价，而且除了团购价以外，现在你如果购买爱美特丽扇的话，就会送这个小电扇。好好好。比较像鬼片吧，还有机会可以抽到 Google 影像，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到下方资讯栏去看看。那我们下一次的平凡一日见，拜拜，下回见。